系储埋啲任务又开始解啦。 我会以荣耀作战，为了末日锤。升级。咁望翻啲人妖术都唔需要住。 圣光会护佑我，咁后头都好用。咁就唔使咁。圣光会护佑我。你好啊，朋友。把这个苹果放在头上。 打弯睇下能如果佢打完作嘅话咧，即系如果我放呢个咧，佢就冇意思。就可以放波士图腾，然后撞死佢哋只飞刀手。又或者，啊点样啦？如果撞死佢嘅话咧，佢冇打弯佢解我唔到嘅，但系我就要。 又会见到冇廿咗枪，下边又都系，反正喺呢个上度，佢都会谂办法解我个截图。冇错，明明都系外级啦，咁啊点魔杖咧？ 打入去嘅，应该系，睇下点样解，睇下成堆咁解嘅，诶，仲要得重点，好多成本。建议我甩须吗？仲唔讲可以？ 一刻出光回合，好似龙牌猎人，不过冇所谓啦。我头牌先啦，因为唔 cost 嘅话咧，下一回合我就可以用个元素。咁即系佢点样啦？奉献就用咗一张，咁就有四张手牌啦。我咁佢行街噶，咪就有张牌我抽，冇问题。咁啊，秘密。 咁冇办法，系啦，要抽牌。呢张 O K 嘅。对于成绩嚟讲，我都几中意呢张。咁我就变埋多几分啦。咁睇下佢啦，呢个可能系死咗之后出翻嚟点样一血。 咁就变咗佢哋两个正常食，我都觉得几麻烦。我冇办法啦，要解噶啦。发动秘密，冇发动秘密，咁可能系我攻击嘅时候佢光荣牺牲。咁应该呢个可能性系最大嘅。 神话指挥官，OK 嘅，咁。 可以选择出快啲潮再加先，先得，或者呢一晚唔得，变初快就可以出翻诶，都得。咁一反正就收翻可以出冇，咁就出边边咯。完工啦！我搏佢啦！你方面就三点就唔想人。 把这个苹果放在他头上。我早上都很想睡。系点麻烦嘅？原来系咁样。
俾到豆沙啦，呢個不嬲都係一個好辛苦嘅嘢。咁我睇下如果可以搏嘅，閃電風暴呢彎大概會出嘅，但問題就係話咧，呢個圖騰想撞唔撞？因為如果呢個圖騰發射圖騰，咁嘅話就好啲，海盜人好可以出嘅，但係絕對唔係理想咯，我覺得。呢一刻，係啦，咁基本上佢就可以講起身噶啦。完工嘅目標，喺預期之內啦。唔夠垃圾啊！咁再睇啦，佢會放幾多翻落嚟啦？下一彎我已經招咗兩方分分六個，可以放完成嗰只。三三啦，唔大大啦，人冇大大嘅。為了十字軍。前來報到。呢個又係要出海隊嘅時間嘅。因為佢嘅壓力咁，下邊就好啦。二單分咧，係啦，擺嘅未必需要啦，係要食三點傷害咁。差唔多，不如索性打咯，打兩點。反而我撞佢就可以撞我，都冇分別。除非用，我冇理由用一視同仁。你可以，亦都我都希望佢做出啲一視同仁。我想想，好麻煩，你又出，我係一兩分神兵出啫，厲害厲害。咁當然啦，我可以有出火元素啦，例如有出抽牌啦，但係就一定要俾人解下。而家點樣對付呢一樣嘢？一次就喺房间住先啦，因为都几大威力嘅。跟住睇下用唔用宠物咧，咁我哋就睇下嗰等。分分钟都要用火箭。咁呢个我谂都系当人起身嚟嘅，不过唔紧要啦。即系佢都会打。完工了。帕雷，特别有请。咁样够越近嘅，而家仲有五张咯，两张光明先生，咁呢张可能系将个攻击力减少，够十啦。为了十字军。尋日打俾我啦，咁我想尋日打俾我。那點啊？嚟緊應該係出，差唔多有得，好元素有得。哎呀，我尴尬的 PT。點解你要出好元素？前來報到。哎呀，我尴尬的 PT。咁可以尋日就先啦，反正已經冇咗關係啦。咁然後就要做啦，物件魔杖啦。
咁又点啊？而家我打到21，其实差唔多嘅啫。系要中坦嘅话咧，我去中。留住四点，仲有留住四点。完工啦！主要咪俾翻啲压力佢啦，五十分。啊，啲有啲好劲嘅呢只嚟。咁佢好嘅，佢用咗两张牌都得咁。可以不停咁出牌。新多雷的荣耀。嗯。我要解噶啦。睇下点样解法。嗯，呢个系好戇鳩嘅，呢个继续咯，我冇得拣噶啦，我要收牌。咁沉默要出啦，沉默出有啲嘢可以出嚟，好似射到都得。咁嚟啦，打唔穿，仲系吹咗佢。咁我都仲有只喺度。咁嚟六五解先算。睇下建議啦，咁我睇二四六十一，咁佢都會打三號。圣光会护佑我。他一天都打成了捏手心。前来报道。你怕收点那个的。你们都可以收。出佢嚟解就，睇下点样解法啦。譬如我射呢只，咁我梗系令到佢个真系变得最低端啦。我冇得拣嘅系呢个字，希望做冇弹。嗯，冇弹都系要吹嘅。成功啦！咁我冇得拣啦。仲可以保留啲錢，有機會做一次嘅事啦。咁佢都 all in 嘅，七點再加六點，佢就我係打咗死佢。我而家冇啦，冇機會。哇！咁就有啲機會。最多一隻蛋，冇咗錢啦！完工啦！你贏得勝，咁冇辦法去嗰度，好難帶到六點。結果佢聽日要九點去奉獻出曬。因為呢度都係緊緊贏，最後呢一下，最後嗰下真係神州嘅。